家好，我是 Yuki，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 Yuki です。2024年的1月1号，我们去了巴厘岛度假。一下机场，我们先搭了机场的计程车。这次的新年旅游，我们去了5天4夜。头两个晚上，我们住在巴厘岛的乌布区，因为乌布是属于山区，所以离机场大概1个多小时的距离。7年前，我们全家三人第一次来到巴厘岛。觉得巴厘岛很适合度假，让人很放松，所以留下了很好的回忆。一路上看到巴厘岛的街景，就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，很期待这次的旅行。因为是新年假期的关系，所以车程比原本想象的还要再久一点。之后我们终于到了我们要入住的酒店了。这次旅行的饭店也是用 K 先生的信用卡点数去换的。进入饭店前，工作人员都会做一下安全检查。看要检查行李，这个车子。这应该是巴厘岛传统的迎宾仪式吧。Okay. 我看你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可爱哦。一康鸡怎么吃的那个、啊、霉味很有点霉味。因为山区比较潮湿一点，所以房间有一点点小小的霉味，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哇，でかい。哇，バスある。久しぶり。プール。スタープール。今プール見えない。你要带两朵花、哦。可爱。去参观一下这个饭店。我们的房间就是在旁边的三楼。泳池的旁边还有一个酒吧餐厅。这个是大厅旁边的酒吧。到了饭店的 Happy Hour 的时间，我们先到了这个大厅的酒吧去喝几杯休息一下。干杯吧。柚子点了西瓜汁， K 先生点了草莓奶昔，我点了一杯白酒。接着又点了两杯调酒，已经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。这杯是椰子口味的调酒，酸酸甜甜的，很好喝。嗯，美味しい。これ美味しいね。ココナッツミルク。美味しい。旁边还有免费的爆米花，还有饼干小点心。柚子去拿的时候很紧张，因为要讲英文。什么？打开，打开，柚子，打开。这什么 ？Open。哦，开始。之后回到了房间，饭店有送小小的印尼点心，有点像加了很多坚果的年糕。银色的盒子好漂亮。接着大概7点多的时候，到了晚餐的时间。因为第一天早上搭了早上的飞机，又坐了2个小时的车程。
其实有点累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到乌布市区了，我们就直接到了饭店的餐厅用餐。饭店里面的餐厅气氛也是很好，像在山林中用餐的气氛。Welcome drink. This is no alcohol, right? Okay. Okay, thank you. Thank you. ん？なんで私だけ？怎么都没有人，みんな多分乌布の方に食べに行くね。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，所以我们换到里面有冷气的位置。因为刚刚喝了几杯饮料，还有点心跟饼干，再加上饭店送的传统点心，所以肚子没有很饿，就简单了点了三道菜，点了一份炸春卷，还有一份印尼必点的海鲜炒面，再一份综合的沙爹。我们没有点饮料，就点了一瓶水。接餐的费用因为是五星级饭店，还要再加上20几%的税金，所以价格是66万印尼币。现在10000块的印尼币大概是23块左右的台币，所以这一餐的价钱大概是台币1500左右。这个海鲜炒面应该是用印尼的泡面去炒的，超好吃的。这个海鲜的味道很浓厚，还有这个面的调酱也很香，很好吃。おいしい。嗯，なんかおいしそう。嗯。カブラーメンね。柚子也觉得这个海鲜炒面很好吃。印尼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调酱，每个调酱都跟每一道菜很搭，很好吃。这个春卷的味道就跟我们的中式的春卷的味道很像，是它加的酱不一样，就是甜甜辣辣的。因为没有很饿，其实这个分量刚刚好。吃完之后回到房间休息了，泳池旁的餐厅还有现场的演奏。隔天一大早我们去享用了饭店的早餐，跟昨天的晚餐是一样的餐厅。工作人员帮我们安排到了外面的位置，早上的温度很舒服，不会很热。Tea, green tea, black coffee, and for your orange juice. Thank you. Wow. 接着带着大家看看这里的早餐。每次住饭店都很期待饭店的早餐，有各式的甜甜圈，还有各式的松饼。松饼是现做的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水波蛋，这也是蛋，也很好吃。柚子你应该会喜欢，你可以用一个。这里是鸡蛋的专区，他们有现做的欧姆蛋，还有煎蛋。还有印尼的水果。
现做的汤面可以自己选面条。这里是印尼菜的专区。的优格，有好多的坚果果干。还有现榨的新鲜果汁。入口处是沙拉霸，还有面包跟蛋糕。当然也有印尼的传统小点心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也有一些中式的料理，早餐真的很丰富。早餐的第一盘我都会先吃沙拉。柚子，你一下子一大早就吃甜甜圈，朝からもうドーナツ，朝からもうドーナツ。你第一口就是甜甜圈。柚子很喜欢吃早餐的甜甜圈。吃完沙拉之后，去试试看这些印尼的料理。再去拿了优格跟松饼。Tamago。啊，豆腐，豆腐か。何のソース分かんない。うん。インドネシア味。でも美味しいね。あ、これはサテソース。うん。これは辛いソース。お。うん。美味しい。このソース美味しい。なんか山菜。うん。うん。あ、でもこの辛いソース合うね。美味しい。松饼很松软，加上鲜奶油，好好吃。嗯，好美味。嗯，美味しい。パンケーキ好き。还要点酱，沾上这个酱。这个火龙果的优格颜色很鲜艳，加上很多坚果一起吃，很好吃。嗯，吃完早餐之后，一起去泳池游泳。到了下午，我们坐了饭店的免费接驳车，要到乌布市区去走一走、逛一逛，顺便去市区吃晚餐。旅游的时候，最喜欢看当地居民生活的街巷，还有所居住的房子，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气息。巴厘岛居民的房子都很像一座一座的庙宇。我觉得很有特色，很漂亮。沿路也可以看到当地的小贩、商店，还有水果摊。巴厘岛人对他们的信仰很虔诚，每个人的家中就像一座庙一样。没多久，车子越来越多，商店的装潢也越来越时尚，就表示我们到了乌布市区了。
从饭店到乌布的闹区大概是20分钟左右。乌布的闹区就是有名的猴子森林的周围，这周围有很多的餐厅，也有很多的饭店。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住在这个闹区附近的饭店，很方便。这乌布闹区到处都是餐厅还有商店，很热闹哦。你看那个屋檐上面全部都是 monkey。 他就这样坐着，饭店的接驳车送我们到猴子森林下车。我们没有进去猴子森林里面，其实这个外围就可以看到很多猴子了。那里有好多只哦，我都在爬这个。接着我们就在这个乌布闹区里面到处走一走，到处逛一逛。猴子森林旁边有一条很长的商店街，这条商店街有很多纪念品，还有很多餐厅。这里到处都是纪念品还有手工用品的专卖店。就是这条街是一个小山坡的商店街，可以看得到很多时尚的咖啡厅还有餐厅。这是什么的骨头啊？那种都不吃鲨鱼？鲨鱼？鱼子鸡とか。让他过，哦，还要拿花吃。哇！哦，还要偷拿他的东西吃哎！他刚刚要偷拿他的饼干吃哎！来这里逛的时候要小心，偶尔会遇到一些猴子偷你的东西吃。停下来看一些工艺品，可以看得到这个乌布闹区到处都在塞车。最近巴厘岛有很多欧美人士都很喜欢来这里度假，尤其是我们来的时候是新年的年假。这一路上全部都在塞车，好险这一条路我们是用走的。这边真的有很多餐厅，都装潢得好漂亮哦。不晓得为什么，我觉得一月的巴厘岛好热哦。走到一半，我们已经满身大汗了，所以找了一间有冷气的冰淇淋店。啊 ，aircon 吹てる。Hello。2個分けるコーン、コーン、キークリーム、チーズケーキ、チーズケーキ、and one cheesecake コーン、Thank you。我们点的是两个卷筒冰淇淋，一个卷筒是38000。
柚子点的是芒果口味的。一个卷筒冰的价格应该是台币87块左右。可以，没加可以。你比较喜欢吃哪一个？芒果，那芒果那个好浓哦。多吉火锅好き？我的喜欢过吉，妈咪也比较喜欢吃这个。塞车，吃完之后又继续逛一逛，看到这些街景觉得很怀念，因为7年前我们也是有来过这里。7年前第一次来的时候柚子才3岁，我问他你记得我们有来过巴厘岛吗，他说他都忘记了。当时我们也有来吃这里有名的猪肋排餐，虽然小孩子还小都不记得了，但是这些出国美好的回忆，还有小孩子小时候可爱的模样，他的父母永远都会记得，不会忘记。我觉得带小小孩出国其实是为了给他的爸妈留下美好的回忆。7年后柚子已经长大了不少，我相信他这一次应该会记得。接着我们要走到乌布市集去，路上还有看到当地的小孩子在踢球。我们到了乌布艺术市集了，这是一条专门卖工艺品还有纪念品的店。不过这里的商品都没有标价钱，是需要跟店家杀价的。通常店家都会问一下你是哪里来的，再根据你的国家说出不一样的价钱，不过几乎都是还要杀个价。不会怕了，怖くない。又遇到刚刚走在我们后面的当地妇女了，接着我们又很惬意的逛一逛。其实我是有看到想要买的东西，但是还要再杀价，就会觉得有一点麻烦。刚开始的时候有问一下店家的价钱，他第一次讲的价钱都比淘宝的价钱还要贵，跟他杀了价又不太愿意降价，又问我是从哪里来的，就觉得很麻烦，还要这样子一来一往的，觉得有点累了，就不想买了。哇，長いねここ，还蛮长的。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没有逛这个市集，这是我们第一次逛。我觉得这里的东西还蛮多的，如果喜欢杀价乐趣的朋友应该会喜欢这里。接着逛完之后，我们又在附近走一走绕一绕，看看附近有什么样的餐厅，想一想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。这里有好多气氛装潢很好的餐厅，真的很喜欢乌布这里的氛围。そう、上面也有。
中间还逛到了一间小商店，我买了一件洋装， K 先生买了一副眼镜。老板娘很好，直接给我们很合理的价钱，一开口就是刚刚乌布市场的半价。这个洋装台币大概300块，眼镜大概100块，我们就直接买了，不用再杀价了。经过了7年前我们住的饭店，这间饭店也是很好，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。最后我们选了一间好像很有名的意大利餐厅。啊、no. ，reservation いるね。めちゃ人気な店。我们被带到了2楼的位子用餐。二楼的位置气氛也是很好，可以看到街景。Thank you. From Japan. 通常出国，人家问我们哪里来的话，我通常都会讲日本。我不说台湾，是因为后面还在解释一堆，而且再加上 K 先生跟柚子不太会说中文，所以就不多说了。你看得懂吗？全部都写英文的。你要喝什么？可乐还是 juice？、啊、可乐吗？加冰块的可乐。妈咪想喝啤酒，好热。其实这些英文的菜单有一些我也是看不懂的。冷たくない。对，因为我们没有预约啊，所以他说我们只能吃到7:30，现在已经6:30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吃一个小时。因为这个座位7:30已经有人预约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吃一个小时。这间店生意真的很好，来的时候记得要预约。No, we share. 那个。So do you have, can we have a small plan? Okay. 我们点了一个玛格丽特加生火腿的披萨，还有番茄吐司，还有一盘番茄跟 cheese. Thank you.这间店的披萨是现做现烤的，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很好吃，口味偏重的披萨，但是它的饼皮很香，很有嚼劲。不过这个 cheese 跟番茄味道比较淡一点，不过跟这个味道比较重的披萨一起吃，这样子刚刚好。吃完之后，我们去对面的超市逛一逛，走一走，再买一些啤酒跟饼干。欢迎光临。这里有很多观光客来买酒，还有一些纪念品，也有在卖巴厘岛的巧克力，还有麝香猫咖啡。哦，原来你在这里哦，玩具区啊，这边啊，这个是真的刀啊，柚子，这个不是假的哦，这个不是萝卜刀，这是真的刀哦，啊，小心。儿童的玩具区旁边放刀有点危险。买了这个很有用的防蚊液，这很好用。
店里也有卖一些纪念品。这个印尼版的日本 UFO 炒面很好吃，昨天有买来吃，很好吃，今天又来买三个回去。他们现在都没有提供塑胶袋，现在没有提供塑胶袋也可以维护巴厘岛的观光环境。 Thank you。 接着我们用 Grab 叫车要回饭店了。30分钟哦，20分钟88000块。阿基达，回到饭店之后，又是我们最轻松的小酌时间了。前天买了印尼的虾味鲜，开来吃看看，这还蛮好吃的哈、哦，味道也是比较重，而且有一点微辣，不过也是蛮好吃的。来印尼就是要喝印尼的啤酒，因为其他的酒精饮料也真的都是太贵了。隔天的早餐多了这道炒面，很好吃。这次的新年旅游巴厘岛的乌布篇就分享到这里，还是很感谢你的收看，希望你们也会喜欢。还有下一篇哦，下一篇是我们去巴厘岛的库达海边，希望下一集你们也会继续收看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